来了，来啊！哦，哦，我想要，露露，我要这个，我会一直继续玩的。聊天室，不要闹，好棒！好，我们直接点击开始了。你们看上面会有一个箭头，那个箭头就告诉你怎么走了。我们先把这边，哎，这要怎么过啊？喊不了哎、欸，那怎么办？啊，以我的聪明才智哦，不会在这边就卡关的啦。飞翔艺术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哈哈哈！啊！哎呦，不会在这边就卡关的啦。请帮帮我，哥布林偷走了我的袋子。好，没问题，交给我就对了。我就是最热心的那种。你这个哥布林啊，还在跑啊，兽人，给我回来！哎，不过聊天室我追不到他，怎么办？这边从这边，不，聊天室，聊天室，啊，我追不到他，聊天室怎么办啊？挡住你的去处。啊，那个袋子我们拿到，我们可以不要还他吗？谢谢你，耶、yeah, ，好玩好玩。哦、oh, ，有少女 ，Hello， 旅行者，我叫拉拉，我跑最快。你要参加比赛吗？肯定啊，冲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小姐，你有病是不是啊？我要那个钥匙，怎么办 ？Run， 没可能，又输他吧。我需要那双鞋子。嗯，拿到鞋子了吗？嗯嗯。哎呦！哇哦！哇、哦、哇！等一下啦，人类好弱，我才锁你。哦，被我救的那个来报恩了，可怜呐、啊。哦不，狮子丸，你怎么了？狮子丸，我们上。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一下，拉我。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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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一下。啊！我觉得我很弱的原因是因为我刚刚都没有拉啦，拉一定就很强。可以呀、啊，好玩呢、欸！哇、哦，我得到那双鞋子，有翅膀的。好肉给他吃，哦，好可爱的游戏哦！拿到鞋子拿不到，太矮了。哦，他帮我拿回来了、欸，狮子丸，你怎么这么好？哦，糟糕啦，不会，没问题，谢谢你，狮子丸。怎么了？他变成我的伙伴吗？哦，狮子丸伙伴。你的大胆朋友，我们创立一个工会，我们工会青春无限。哦，这游戏超可爱的，旺旺工会好多人哦，看一下工会里面有什么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干嘛？哦，怎样？手速是不是？我在这十秒钟的时间呢，基本上就是工会排名的第一名了，没有人可以赢过我了。这个召唤英雄，哦哦，来了，来啊，哦。我想要这个五金弓箭手，召唤十次，召唤，哦，稀有，再召唤一次，嘿，再一次不够了，露露，我要这个，我会一直继续玩的。好啦，它是一个真的蛮好玩的游戏，很适合跟大家一起玩，自己解谜也是很 OK 的。守望传说，等你来下载。